熊猫界可谓是越来越内卷了，前有底流女明星花花，后有一股灵精怪出圈的福公主，现在没有一点才艺多不好意思在熊猫界混。下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些拥有闪光技能的熊猫吧。首先是超级会弹吉他的爱宝，广州足球队队员雅一，热心帮助奶爸修理腹肌的一名，没事就爱凑一桌打打麻将的四喜丸子，还有旅居丹麦的霹雳舞王星二。大家觉得是我们星二跳得好，还是右边的王一博跳得更好呢？咱们国内的飞云小可爱当然不甘示弱，向大家实力展示什么叫做真正的蝎子舞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品读师雅一、美食情报科科员新一、专业除草工人萌萌、技工大师花花。此次未上榜的熊猫们也不要气馁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我们继续加油。